这我妈妈，漂亮吗？你看她一个人这样子坐在那里，然后看着远方，好像在想事情，然后好像就不太在这个现场。那像这样子的画面，是在一直在我的大脑里面会经常不断出现。明明前一刻就是大家很开心哦，可他下一刻他就会处在一个很不在现场，或者是很在自己的想法世界里面。他是从忧郁、躁郁到后来幻听幻觉，他耳朵旁边开始有人跟他讲说：“哦，叫他去死啊，怎么样？”我会觉得他怪力乱神，我会觉得他发神经质，我会很受不了，然后并且我会再加一码。告诉他说：“你是我妈妈，怎么一点点小情绪就会这么的不受控？你应该勇敢一点，你要保护我。”所以后来妈妈自杀的时候，为什么我完全没有办法消化？因为我觉得我是那一个推手。我在他很痛苦的时候，我搞不清楚，我甚至是不理解的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在自责，我一直很愧疚。懊悔，在我心里面，我更觉得我不值得拥有快乐啊！因为我杀死我的妈妈。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第一个是怎么想都想不通，悲伤；那第二点是自责。我觉得遗嘱最难的就是我家人或者是爱人或者是孩子怎么样死掉，那我们是这么近的人，那我一定有责任。让我试着找一些理性的方式，看看能不能让我自己好过。那我找到的方式是自责，也是基于爱，对不对？就是像我爱我老婆，那我们就来看，我要为我的伴侣这样走掉，要负多少责任？对，我就真的来思考这个问题。那在那样的想法里面，我会觉得说，对，我可能有少部分的让他觉得不快乐，而促成了最后这个遗憾。但是那个比例不是那么大的，所以简单来讲就是，如果我要负100%责任，这个自责，那代表说就是我杀了他，对。但是我们自己知道说，实际上并不是我拿着刀把他捅死，把他推下楼，不是。所以那这显然中间应该还有点别，对不对？那可能真的是我们爱的这一个家人，他真的自己做这个决定。对不对？那这并不是我们直接把他杀了，那所以我们自责是可以对自己宽容一点。我一开始没有办法开口跟人家这样说，我家伯凯是自杀的，因为我一这样讲的话，大家都会问说为什么？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，谁来告诉我？所以我后来都毫无隐瞒，我也不去避讳说啊，不能说自己家里有人自杀，然后觉得这样是家丑不可外扬啊，什么什么的，我不管了，反正就是你问我嘛，我就说我是自杀中的，是他有癫痫，他有吃药，药有副作用，会让他有忧郁症，他有忧郁症，我自责我没有发现到，可是我知道我不能自责，可是我还是会不断的自责，因为我觉得我没把他照顾好啊。其实第一年的时候，我就想跟我儿子走。他去哪里，我就觉得我应该去那里照顾他。我怎么可以放他一个人在那里？我每天一直哭，然后吃不下也睡不着，就是整个状态非常糟，觉得自己也活不下去了。伯凯，妈妈来了。今天是你离开满2年，你很久没有来录我的梦，你过得好吗？